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堂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现在我们继续谈这个 A 段架构师，好，那它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商业的思维，好，那么加 A 段架构师呢，如果是从 B 段过来的，那么这个架构师本身就有这一个。对技术呢本身就很熟悉的，尤其是对 B 段的使用的最新的技术，它是很熟悉的。那么 A 段架构师呢，拥有这一个技术的背景，然后再加上这一个商业性的思维，然后呢就可以来跟这一个marketing 就是市场啦，还有跟这个product 的经理来做沟通，那么可以来做讨论，来做规划，然后之后呢就可以呢再来提供给这一个公司的高层的决策来做这一个decision。好，那这就是架构师的一个 A 段架构师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好。那我们刚刚所谈的就是在支援这一个 marketing 就是市场行销，支援这一个产品的研发经理等等的。好，那么在这个市场呢，因为它是多变化的，所以呢这个产品呢是多创意的。好，所以我们就必须透过这一个架构师来做架构设计。好，那这架构设计最重要就是把复杂、多变的还有创意等等这个大家一直在做发散、做加法的这种情境，把它做减法，OK？ 那做减法呢，产生一个简单的一个架构，就是说设计的意思就是把它简化设计就是。从复杂这个变成简单，一般来讲叫做设计。那再特别强调这减法设计呢，就是把这一个市场人员，把这一个竞争者等等的这些混沌不明还有大家对产品的创意、这个发想等等这些发散的，把它做这一个缩量，把它做简化。做减法的设计 ，OK。好，那我们刚刚在上一个小回合当中说明了这一个架构师要有这个商业的模式的思考，还有这个资源产品的创新，还有做这个架构设计的这个然后再汇合成为这个产品的市场策略，好，这样子。好，那在商业的模式这一块呢，是商业模式是越创新越好，就是越有多变化，就是越能够呢不因循旧的东西，就是越有变化越创新越好。所以呢，大家都鼓励呢商业模式的创新，就是做加法，不断的增加更多的新的模式。那这个产品也需要创新。创新就是有更多的想法更多的创意跟想法，所以呢这两边都是大家鼓励不断的做加法。那不断的做加法呢，我们终究还是要做生产嘛所以呢我们需要架构设计来把这个加法呢把它缩略，把它变成一个简单可以容易掌握的，因为复杂嘛大家就不易掌握，大家会害怕就没有可操作性那么需要透过架构师来做这一个架构设计，才能够看出来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可实现性，也就是可落地性 ，OK。所以呢，在这个架构设计呢，就是跟他们的是互补的，所以只要做的是减法，的这一个角色，这一个任务他把这边的加法的把它做简化，做简化的意思就是让人们不会害怕，让人们容易理解，啊，让这个生产部门也容易评估啊，跟这一个啊了解，还有取得共识。好，所以呢，在这一个商业模式跟这个创新产品这一块呢，啊，是属于多变，而且混沌不明等等的，所以显得非常的复杂。好，那呢，大家不断的啊做加法，也是啊复杂的一个来源啊，还有这个竞争者也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做加法，还有市场，还有这一个用户的胃口啊，还有这一个国家的政策，还有这一个啊包括经济的情势啦等等的，都显得非常的复杂。在这个复杂的过程当中，那我们人们就会觉得害怕，啊，无法掌握，所以呢，就透过这个架构设计，啊，透过架构设计来做这个减法，那让我们从复杂当中啊，能够有一个简单的可以理解，简单的可以掌握，我们就可以从掌握简单，然后来掌握复杂，这就是架构师的任务啊，架构师的任务，所以架构师的任务就是支援他们啊，去创造，支援他们去创新。但是创造跟创新的加法会让人家觉得会无法理解等等的，包括老板，包括生产部门。所以 A 段架构师呢，他的任务就来设计出简单啊，透过设计的手段来啊找出简单的结构、简单的做法、简单的途径，好，那就叫做设计出简单，然后让整个公司、让整个投资者能够从简单中就能够理解复杂，啊，就能够掌握复杂，因此他就不会害怕，就敢投资，就敢投入，甚至呢敢鼓励大家往前走。好，那么我们回忆一下，在17世纪的时候，牛顿他面对这一个复杂的力学，所以他啊这一个提出了简单的公式，叫做 F 等于 ma。好，那这是一个简单的公式，从牛顿从复杂的力学里头呢，这一个得出简单的公式，从复杂的力学现象以及它的行为，然后啊，设计出简单的公式。所以牛顿呢，也是属于架构师，担任的架构师的这个角色。因此呢，所有的人们都可以透过 F 等于 ma 来理解这个力学的关系，因此呢，就可以去轻易的理解呢这一个物体运动的复杂关系跟复杂行为。之后呢，也就是可以透过这样子来控制、来掌握这个啊复杂系统的行为 ，OK， 啊，先能够理解，之后再来掌握。那么要能够理解，必须有简单的公式啊来理解，之后来掌握啊。所以透过牛顿的从复杂当中设计出简单，所有的人们只要学够牛顿的力学，了解了 F 等于 ma。就可以轻易的理解这个力学以及物体运动的啊基本原理啊，然后呢就可以倒过来啊掌握它的复杂的行为，譬如说发射人造卫星啊、发射火箭啊等等的。那么同样的，到了20世纪，爱因斯坦啊针对很复杂的这个啊质量、能量的变换。啊，甚至有包括光啊的这个运动等等这个非常复杂的现象，他提出的 E 等于 mc 平方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公式，让人们能够从这个简单中来理解复杂的这个关系，之后呢还可以掌握复杂的关系，例如呢核能电厂啊核能发电等等的这些。复杂的我们就能够加以掌控，好，加以掌控 ，OK。好，那这就是啊，都是一样，这个简单的公式就是从复杂当中设计出简单。好，那牛顿设计出一个简单的公式，爱因斯坦设计出一个简单的公式，所以让人们大家都可以从简单的公式当中去理解复杂，然后呢掌控复杂系统。所以这样子啊，当我们从复杂多变的商业模式和创新的产品啊等等的这种啊加法发散的思想啊，那么来设计出这一个简单的啊造型，以及呢构成它的架构啊，那这就是啊 A 段架构师呢很重要的一个任务。那目的呢是要给开发者、给老板、给客人、给投资者，大家能够从简单中理解复杂，所以因此呢，他们就可以掌控复杂，因此呢就不会害怕，也因此呢就会大力的投钱，有力投力，有钱投钱 ，OK， 来支持这样的一个产品的研发，以及支持呢整个商业模式跟商业策略。所以面对复杂，架构师必须设计出简单的架构，让相关人员就包括什么呢？当然包括 boss 啊、老板啦、啊，包括这一个啊投资者呢，就是所有的啊总称叫啊 stakeholder 啊，就包括呢这个啊生产部呢的人员。啊，包括这个啊 marketing 啊，包括这个供应商啊等等的，都能够享受从简单中叫出复杂的那个满足感。当然，更重要的啊，包括 user 啊用户呢，都是可以享受从简单中叫出复杂的这种满足感。那么商业环境以它的商业模式呢是复杂的，架构师必须从复杂当中设计出简单。才能够呢进一步的啊掌握支撑复杂产品的创新活动啊，就是你这边做减法啊，设计做减法，因为能够做减法才有可实现性啊，生产部才会觉得可实现啊，可实现的，因为可实现性就表示呢它可以做得出来。因此呢，就可以支撑更多的产品的创新、改良等等的活动。那么，如果这个产品的创新的想法没有办法得出简单，就没有可实现性。那么，整个团队包括老板都会觉得这个产品的创新呢是没有可落地的，没有办法落地的。因此呢，老板、user、stakeholder 等等都不会支持。所以，架构师。A 段架构师的任务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好，那么啊，当我们也把它对应到软件的时候，在40年前，这个 IBM 啊，这个第一部商业的电脑叫 IBM 360， 360当时呢，动用了1000多人，啊，1000多人呢，就是在 Brooks 的领导之下，这是当时的 PM 啊，带领了1000多人。来开发呢这个360的啊 OS 系统啊操作系统，所以他在啊之后呢啊去当教授，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人类神话》，它里头就讲到呢软件的复杂性是本质的，就软件的复杂是本质性的，而不是表象而已。就 The complexity of software is an essential property， 就是啊，这一个软件的复杂啊，是它的不可或缺的，就是一定会具备的特性，而不是呢啊这个啊偶尔才有的啊，它是本来一直都是存在的。OK， 这个复杂性 OK， 所以啊在软件多变的系统当中，因为软件的需求啊，也要面对整个企业的运作。也要面对相关产品的开发，也要面对市场的多变，所以软件系统也是多变的。那多变的时候呢，我们的架构师也要设计出简单的这一个架构出来。好，那简单的架构呢，可以有简单的这个造型啊，像高老师提出的 EIT 造型啊 ，EIT 造型啦，来组合出呢这一个这一个大家可以理解的架构 architecture 就是用这个简单中组合出这个架构，大家就可以理解OK。所以这里头呢，就是有一个动作，从复杂多变的这个市场需求等等的，还有转变成这一个由简单的代码造型来组合出大家能够理解的这一个架构。好，那再把它交给这个 V 段来做后续的一个实际的开发建制，那个就是 A 段架构师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好，那么在这一个面对加法的复杂性，就是刚刚所说的，在商业市场等等，大家要创新，所以大家越加越多越复杂，因此呢，人们会恐惧因此就寻找的减法设计来简化这一个复杂性。那简化复杂性的意思就是让人们能够有简单的公式、简单的造型、简单的架构，能够理解的一个系统。那这样子大家就可以这个降低害怕的心理，因此呢，大家就感觉能够掌握简单，然后操控复杂，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好，那么他就不会害怕了。我再强调一次，只要人们会觉得呢，他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关键点可以让他掌握，因此呢，这个复杂的行为就会在他的掌握中。譬如说，我只要在开车的时候，我只要方向盘跟这个离合器，那么我就可以把汽车能够开到各种山路、开到沙滩等等的，所以我掌握的简单，操控的复杂，那这样子大家就会支持了。所以架构是最重要，就是这个任务。例如呢，移动互联网还有物联网，大家都是在网上面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更多的东西，因此呢，大家就觉得呢越来越复杂，因此呢，一大堆人一直在期待倡议要能够像通信协议要能够统一化，然后这一个接口要标准化，但是这个可能只是望梅止渴而已。好，因为呢这个要有更多的架构设计 A 段的架构设计师进来，而不是只依赖一个简单的统一化跟标准化，而是要依赖架构设计依赖架构设计，反而是把通信协议包装起来，而不是统一化，反而呢要支持这个通信协议的多样化，因为这个多样化是本质的，你不能删除，所以呢反而是要把它包装起来，把它包容容纳这些多样化的改变这个改变叫change嘛change呢中文字叫易嘛，是易经的易，所以包容改变嘛这是容纳容纳这个多变化多样化的改变，所以容嘛再加上易就等于是容易了嘛中国字的容易，所以呢我们透过架构设计，透过我们的 EIT 造型等等的，来当成集装箱，来把这些通信协议的多变化把它容纳进去，那么一切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简单，因为它是容易嘛 easy， 所以我们就不必去要求这个统一化标准化因为通信协议本来就是最会演进的一个技术，所以呢一定要统一化标准化，很容易就变成落伍化了，被落伍掉了，所以呢我们的做法必须透过好的架构设计来包容这些改变包容加法，因为加法所以越来越多的复杂性，那么我们需要有好的架构师来做减法，做减法的基本动作，就是包容这些加法所产生的变化，这叫做容易啊，一切就会说 easy，OK。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软件里头呢，最常见的减法设计就是减法设计就等于树干树叶不断的成长树叶不断的成长，树叶不断的成长树叶不断的成长，一直在做加法，但是这些树叶无论你怎么成长，都必须受到树干的约束，所以到树干的部分就做减法啦，到了树根的部分再做加法，做加法。所以呢，一般来讲我们透过软件的一个像框架定下这个接口大家学过这个课程知道，框架提供接口，那有对上对 APP 的接口叫 API， 对底层通信设备等等硬件的接口我们称为叫 System Interface 叫 SI。 好，那这个提供两边的接口，然后这个接口支撑这边的加法的不断的更多的这个 AP， 然后这边是更多的设备，就像 Android 的系统只有一个框架支撑的几十万个 AP， 支撑的这个各式各样的硬件设备，然后呢中间就是有这个树干做减法的这个任务。那么如果没有做这一部分，没有做减法，那么人们就会很难掌控这一边的变化咯，这边就会失控咯，这边也会失控 OK 那如果两边又混在一起，那就一切就在于这个混乱以及无法掌控之中。所以呢，这个是简单这边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在这课程强调我们透过单一的造型 EIT 这个造型呢，然后设计出框架。所以这 simple 这一个非常简单的造型，创造出这个简单能够理解的，因为这个框架就是由 EIT 的 ENI 组成的，所以这边都是简单的架构，简单的造型，简单的架构。所以人们掌握了简单的架构也很容易理解，所以人们能够理解理解跟掌握简单，然后再透过这样的一个对简单的掌握来降低心理的害怕，因此呢倒过来就可以操控整个复杂的加法的运作，也操控整个复杂的行为等等的。就像我们掌握的 F 等于 MA， 我们就可以设计这一个人造卫星等等这些复杂多变的行为啦 OK， 那这就是所谓的有效的减法设计。好，那么在软件的框架这刚刚已经说明了，提供了上层的接口跟下层的接口来实现有效的减法设计。减法设计呢来支撑加法，因为太过于多的加法人们会害怕，所以有了减法人们不害怕，反而可以加的更多做的更大等等的。所以我们说减法设计来支撑加法的设计，就是市场人员有更多的想法，那架构师都可以很快的告诉他这有可实现性，这够简单，那么这个市场人员就会继续的做更多的加法，因此呢产品的创新就不断的增加，市场的竞争力就不断的提高 OK。 好，当今无论这一个 Android 跟 iOS 都是透过这个框架来做这个减法设计了，然后框架就是依赖我们刚刚所讲的 EIT 的造型因此掌握的 EIT 造型，掌握的框架，就掌握的复杂的软件世界，就掌握的复杂的软件，也掌握的复杂的商业行为 OK。 这就是A 段架构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任务。然后既然人人都可以掌握简单来操控复杂，因此呢当然用户也不例外咯，用户也可以这个获得架构师所设计出来的简单，再从简单中来叫出复杂的满足感，所以它是在使用use 这一个部分掌握的简单。那么开发者是在 make 在制造方面这一个享受的架构师的简单。意思就是说，架构师从复杂architect 呢架构师呢从这个复杂中得出简单，然后呢用户在使用当中享受简单，叫出复杂。那么开发者他在制造中享受简单来掌握复杂的生产，掌握复杂的相关的技术。因此呢，大家都像这只猫咪一样感觉到有无限的满足感。那这种无限的满足感我们称为叫做用户体验。这就是苹果的老板乔伯斯所一直主张的。大家问他什么叫做用户体验他说这个我根本不需要问这个用户，我也不需要做市场的调研那么我只要能够设计出简单让用户获得从简单中叫出复杂的那个满足感，越高的满足感就表示用户体验越高就这么简单。 OK， 好，那我就这个介绍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进入下一个回合咯。谢谢。